本赛季英超联赛已经结束了四轮比赛，目前为止一共有三支球队保持全胜战绩，利物浦和切尔西两大豪门开局一路高歌猛进，连续击败四个对手，而另一支四连胜的球队沃特福德在第四轮爆冷击败热刺，这也是大黄蜂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开局四连胜的完美开局。利物浦今夏通过引援收获了强大的集战力，凯塔加盟后仅仅几场比赛就和利物浦无缝衔接，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利物浦中场最稳定的一环，前进能组织进攻，后退能防守拦截，而阿里松把守的城门四场比赛也只被洞穿一次，而那唯一的丢球还是他自己玩火造成的。沙奇里和法比尼奥加盟后只能替补席待命，而在摩洛哥踢得风生水起的巴西人法比尼奥在安菲尔德甚至到现在还一分钟没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支利物浦整体的强大。利物浦英超首战的对手是西汉姆联，面对新帅佩公上任的铁锤帮，利物浦送给对手一场4-0的惨败，这场比赛马内打进两球，另一位非洲神锋萨拉赫也有一球进账。四轮客战水晶宫，马内再度打破对手球门，帮助球队客场2-0轻取对手。第三轮面对摆出铁通阵的布莱顿，萨拉赫抓住对手后防线失误，打入全场比赛唯一丢球。利物浦在最后面对对手的疯狂反扑，好在阿里松表现稳定，球队方能在安菲尔德守住胜利。第四轮联赛红军远征黄泉球场，面对莱斯特城，又是马内为球队打开胜利之门，利物浦取得开局四连胜，这其中最大的功臣莫过于在内加尔黑金刚马内。马内在四场比赛里打进四球，场均一球的效率实在恐怖。上赛季萨拉赫从罗马转投利物浦，当时他还因为过人如梅西，射门如后卫，被球迷们戏称为埃及梅西，但当时应该没人能想到，这位曾经被英超放弃的埃及小伙化身法老狼降临安菲尔德，联赛赛季狂轰32球，力压凯恩抢下英超金靴。在法老狼的光芒四射之下的是星光略显暗淡的马内，上上个赛季从南安普顿转投利物浦的马内只用了一个赛季就成了利物浦的边路大杀器，而他也是帮助利物浦冲进欧冠的一大功臣。在同样来自非洲的萨拉赫背后，马内的星光被法老狼的巨大光环遮住了不少。上赛季欧冠决赛，萨拉赫开局就被皇马后卫拉莫斯拉倒，导致肩膀脱臼，不得不因伤下场，失去了最强大腿的红军呢一时失去了方向。除了那个火燎的黑金刚马内，下半场卡里乌斯一个莫名其妙的失误导致丢球后，马内在边路开启了疯狂的个人进攻表演，他也帮助利物浦追回了一分，可惜大势已去，皇马还是3-1击败红军，完成欧冠三连冠。本赛季开局马内继续用他完美的发挥向所有的安菲尔德簇拥们述说着，莫西塞德不只有一个来自非洲的神秘力量，如果法老狼是那一把关键时机可以插入敌军心脏的利剑，那他就是球队逆境绝境时最强最狂的攻城锤。凭借前四场比赛的完美发挥，马内收获了英足联评比处的八月英超最佳球员，场均一球带队四连胜的他当之无愧。利物浦的魔鬼三叉戟上赛季就已经展现出了恐怖的实力，本赛季伴随超级中场凯塔而来的还有利物浦的梦幻进攻线，在新赛季随着球队新援和原本配置的出色发挥，红军的长征路注定会引来一个圆满的结局。